当初的创作理念啊，其实这个名字是小黑老师突然之间想到的，是啊，跟住是很突然之间，本身不是叫这个名字的，因为那个名字就最后没有用到，是因为改了一份歌词，跟住就顺便想埋，那不如改埋个歌名咯，系咯，因为如果歌词我哋经历咗一次大改嘅歌词方向，因为方向可能开头唔系咁理想，咁跟住改咗第二次之后，小老师就讲话，诶，不如用作品的说话。其实开头佢觉得自己可能系讲笑或者点样都好啦，但我自己觉得，诶，几好喎，即系可能即系大家睇呢个名嘅时候，以为都系 personal 嘅嘢，但系其实呢个系一个关乎所有人嘅一个歌咯，系，但系用我自己嘅。成日講嘅一句説話，但係佢帶出其實呢隻歌唔單止係好似以往我自己隻歌咁樣講自己嘅嘢，其實今次隻歌係真係講全世界。隻歌講戰爭啦，好明顯就係我哋無論係咩種族、咩級別都好，都一定唔想要戰爭。所以其實呢個商場入邊係一個縮小版嘅全世界，喺入邊發生嘅一切都係其實世界上有戰爭的地方都會發生的，例如爭食物啊、祈禱啊。冇，其實我冇話特別，冇話特定入邊我係咩角色，我純粹係好多個難民嘅其中一個，係啊，所以就同一班難民逃離到呢一個商場入邊，咁跟住以一個其實你可以都可以話以一個疆土嘅視角去睇。入面的一切的一個人，其實入面我都是做回疆土而已，那跟住想提醒回入面的人即是入了這個商場之後見到很多殘酷的東西之後，就想提醒回這個商場入面的人其實我們沒有人，我們都不是敵人，我們沒有一個人是敵對，我們全部都是無辜者來的，所以就希望其實很簡單的，就有個理念就是 love and peace， 係啊！依家十二點幾都仲拍緊，你又知道有幾難啊？係咪先？都唔係啊！每隻歌都辛苦嘅，但係呢隻歌辛苦係辛苦在我係好突然改變咗十胎嘅諗法，本身唔係想做呢隻歌嘅，本身係做另一個 style 嘅，咁但係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我嘅歌係。要緊貼時勢，或者話要緊貼翻而家發生嘅好多嘢，我想透過我嘅歌去話俾大家聽，而家呢個世界發生緊啲乜嘢事。所以發生咗呢啲事之後，我就覺得不如即係做一隻咁樣嘅歌。咁跟住我又想喺講係我生日之前，即係生日嗰日出道。咁但係嗰時候我亦都差唔多係三月尾、三月中，所以其實喺咁短時間要籌備一隻歌，由錄音、寫歌詞，再到籌備拍 MV 呢件事，成件事都好趕。即係好大工程咯，同埋今次所有嘅 setup 都係以往比所有 MV 都更加大。首先我唔係話以前啲導演拍嗰啲嘢拍得唔好，純粹係我自己都係一個比較多諗法嘅人，係，但係可能好多時候喺實行嘅時候唔係百分之百按照我自己嘅諗法去做，所以今次就覺得不如真係試一次用自己嘅諗法，完全。看可唔可以實行到，包括自己度故仔啊，度 camera movement 啊，度所有分鏡啊，我都想自己親自參與多啲，係啊，會更加有歸屬感啲咯，係咯，咁就都睇下自己有冇呢一個能力，係個小挑戰。最難你就係你要每個 moment 都要盯住所有嘅行程，盯住所有嘅 schedule， 因為你唔可以有任何 miss 嘅。環節，如果唔係咧，你就會唔知道嗰個鏡頭發生咩事，係啊，所以就比較攰咯，係真係會比較攰，因為冇得話以前拍 MV 話導演話埋位就埋位咁樣，自己而家要 call 自己埋位，同埋要趕進度啊，要同大家講話快少少，係辛苦都係值得嘅，係啊，都係即係相信觀眾聽到都會如果 get 到我哋想俾嘅 message， 應該都係。一个最好的回报咯，对我哋嚟讲，你话唔攰系假嘅，我呢个四月都真系冇乜停过，咁但系开心啊，好期待呢个 MV 出街嘅一个反应，系啊，咁就
我哋嗰个 team 嘅口号就系创造历史，希望可以创造到一个比较震撼嘅 MV。因为今次都用咗比较新嘅，好多唔系话新嘅，即系好多以前，例如我哋以前冇用过 CG 啦，我哋嘅 MV。咁我哋今次真系会用 CG 嘅团队去帮我哋做开场嗰个逃走嘅画面，我相信都几震撼。佢嗰个 BB 真系好得意，跟住。唔知咧，你望住隻眼嘅時候，你可以，即係如果你俾到一個友善嘅 message 佢，我諗即係佢都 get 到咯，所以好神奇啊！但係其實冇人記得自己 BB 嘅時候嘅記憶噶嘛，咁所以但係好神奇咯，人類係真係好神奇，所以 that's why 我喺呢個 MV 入邊要有個 BB 擺喺最後，因為呢個 BB 係虛構嘅，咁啊。好神圣的一个 BB 啦，真系，因为佢嘅出现系想话俾大家听，为咗我哋嘅下一代唔好再有战争。生日愿望，世界和平。